你们俩一人说，一人说十样郭老师的缺点，谁说的痛快我叫谁。就怎么解恨？不是，你得怎么真实？你得捧哏捧的不如于老师，就是不会呗。这个郭老师的头发没有于老师的长，这叫什么缺点？这就是缺点啊！郭老师血糖没有您高，我不是，这说心坎里去了。要不你们俩就这么下去吧，谁也甭学了。郭老师爱吃，就是馋。直接说啊，直接说，我们得需要翻译，我们得解释一下啊。郭老师爱吃，爱吃，美食家嘛。对，会拼音。你说近点儿的。他怕蛤蟆。哎，这是，这算什么缺点呀？这个就是缺点。怕蛤蟆当然缺点。挑食，对，挑食。刚说美食家，爱吃。郭老师不会唱摇滚，郭老师还不会唱情歌呢。郭老师。大块儿怎么了？大罐怎么了？大罐太短。对，您总结得好，您总结得好。嗯，你们俩要都凑一块儿，我估计现在有个六七个了。我还都算上，都给你们算上，这个都是我听着比较痛快的。郭老师还懒，算八个吧，算八个了。嗯，一个懒算俩。啊，对，就说明于老师这解恨。对，他太懒了。这算四个，够数了，够数了，够数了，摘菜就行了。太懒了，郭老师太爱吃了。你学个什么技能啊？我是不是俩？我差对牛弹琴了，我就剩下都有了。对，那你就给他呗，我们就全乎了啊，我们全乎人了。谢谢。对牛弹琴动作会了吗？对牛弹琴，啊，这就对牛。嗯，然后我们这个技能全学完了以后呢，那就不用了，直接加钟就完了啊，直接拿一个就行。哎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是三钟了，对，三钟，那你们就赶紧呗，哦，我们走了，走，还有点没说够那个缺点，对，下轮还有呢。